想再制造一些意外和如果，让我们关系不至于一句爱过。分手你可以说，我不同意又能怎样呢？结尾那一刻，心碎的人只有我。我抓不住风，又怎会抓住你呢？其实我也不懂，到底是谁被谁放过。可能换个故事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可能说句再见就没机会说了。真的怎么能让你后悔呢？我可以做的只有你期待。可能下次相遇你就爱上我了。可能换个开头，结局就不同了。我是你的选择，却不是对的那个。真的怎么能让你后悔？